身上裹着睡袍，可太冷了啊！你敢新鲜的是夏天？刚刚我们淋了一场小小的雨，洒水车里的雨，有点……嗯，对。我们几点起的呢？4点起的。你几点睡的呢？3点睡的。12点就躺在床上了，然后由于睡不着觉，就起来玩了一会儿。玩完之后呢？ 又躺在床上，2点钟又回到床上，然后又可能睡了个那么1个小时没睡着吧。然后一看时间3点，对，加上4点要起床，索性就不睡了吧。哦，没有啊，好像不到3点睡着的，嗯，然后4点多4点醒的。这1个小时你深度睡眠了吗？深度睡眠了吧，因为没听到闹钟，第二次才听到。你有起床气吗？ 我觉得我没有，但是今天早上有那么一点点。如果起床气会有什么表现？就是刷牙、洗漱的时候，你看镜子都是这样，突脸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整个一直皱眉头，然后，就是属于自己跟自己生气的那种。那一般多久会好？看心情，看状态，就可能清醒过后吧，喝到了。 咖啡之后，吃了个早饭之后吧，就会好起来。你还是要填饱肚子。对，早起有不好就是容易长胖，因为不早起的话，我就可以少吃2顿饭，就是中下午一顿，完了下晚上一顿。但是如果早起的话呢，那就是早上一顿，中午一顿，完了晚上还忍不住。完了呀！你行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早起。对，早起容易长胖。 对，大家要多睡觉，少吃饭。